第二位是张远。张远是，我来一个什么呢？苦情歌。苦情歌是吧？对，感谢你。苦情歌，他这个是很苦情的了，是吧？啊，我想想，还有什么苦情歌可以唱的？爱到最后，沉默消失，甜最眷恋的理由。安静的节奏，风轻声动听，却忧伤依旧。哇！